好，没事。好。你不要赖我。望雨楼吗？这不是。对。其实对，可以，你都别想，我继续。前几天贤哥让我去接你的时候，我心里是拒绝。燕回，燕回，先解决，先解决。我不知道玄哥喜欢你什么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吧，挺好的节奏。都不知道玄哥喜欢你什么？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一句。好，来下一句。我说都不知道玄哥喜欢你什么。